在大坪乡林园社区所带来健康舞蹈中，为今年度的婚姻馆老人会交接典礼做开场，也希望透过健康舞蹈，也是太极拳一个真适合老大人做运动表演，鼓励所有老大人做伙动起来。这几年婚姻馆的老人人口比例排全国前两名，所以老人会也扮演真重要角色。除了宣导政府所推动的政策，也协助老人来争取福利。新任理事长陈英宏表示，未来他也积极为老人的福利来努力。我做担任理事长了后呢，我要做工作真正多，但这需要政府来配合，那无的时候。确实无多通好证明，政府嘛是咧推动讲，咱这老人福利政策做是即使讲大家拢真个满意。我接到你受到了后呢，我一定尽我力量吼，对咱这大呢老人来谋求福利。婚姻馆老人会新任理事长陈义峰原本是大坪乡老人会理事长，所以大坪乡长谢明平嘛专程来参与，并且承诺会全力来协助。当然这方面啊，咱。公所这边一定全力以赴啊，来给配合，来给支援啊嘛，看会当在咱的这个共同的支援之下，啊，让伊这个丁理事长、这个婚姻馆老人会这个会址上，诶，这个辅助上，啊，对咱所有婚姻馆的老人会当更加一步的这服务呢。这场活动一顶咧，嘛吸引真侪贵宾来参与，大家嘛真期待新任理事长丁义峰会当为老人会带来新的活力。记者陈心畅报道。